玩具合理，好多惊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叔。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就是这套变形机器人套装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玩玩看吧，芬妮，芬妮，芬妮 ，Go！ 玩具合理有，那它就是我们的小飞 ，What？ 小黑，小灰，这四个孩子啊，在变身之前都很精神嘛。哎，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变身之后都是一辆警车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变身看看吧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讲那么多干嘛？快开始吧。马叔哥哥，马叔哥哥，我要先变身。好，那么第一步呢？首先我们来把他的头折进去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？把他的手臂折起来。脚收起来。这里要用点力哦。好了。这边也是。最后呢，把我们的车尾箱盖下来。OK， 它就是我们的警用 SUV 越野车。我会永远保护你们的。接下来谁变身？我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变小蓝，同样的，也先把它的头部收起来吧。OK， 它就是我们的警用巡逻车。哦，下一位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嘿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做女士优先呀？好吧，好吧，行行。好，现在来变小粉吧。首先也是将头部先收起来吧。手，转半圈下来。OK， 那小粉也变身完喽。那么小粉是一台移动警务车。现在来变小绿吧，还是先变头。嘿，小绿也变身完毕了，它是一辆多用途警车。我对车技啊，就一个字，太棒了！好了，今天给你们分享的这一款警车机器人，你们觉得炫酷吗？那么下次再给你们分享别的吧。我是马叔，拜。